请慢用。煎蛋？不是吧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煎的鸡蛋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是看不起我们吗？这吃吃看。不是煎蛋。什么？芒果、百香果、洋酒、冻椰汁，怎么做到的？请慢用，请慢用。搞什么？这是生长沙拉，您没见过吧？放心，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可以食用的。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。我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看你变魔术的。你要装神弄鬼，你会反驳？没事，没事。大家都出去。这是日本 A 五和牛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57度低温烹煮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吧？可是，那么大一块牛排，还没吃完就冷了。再好的 A 五和牛也不见得会好吃吧？就跟你的煎蛋和沙拉是一样的，摆盘是挺美的，就是摆不出温度。